每当瞭望无际的天空，在那遥远的西方，有一个人学佛忠孝非常重要，孝顺是我们学佛的根基之一。很多人不孝顺，很多人没有感恩心，很多人不把别人当回事。实际上一个人应该多一点感动和感恩的心。两年前有一个朋友和他一起吃饭，我是这个朋友告诉我的，和他一起吃饭，突然之间电话铃响了，这个朋友就拿起电话讲了几句之后，心情非常的沉重。结果放下电话之后，大家就问了，你怎么不开心啊？没有，我妈妈病很重，她饭也不吃，马上就要回去了，回家乡去了。半个月回来之后，人瘦了一圈。然后呢，朋友问见，看见她之后就问，你为什么这么瘦？你妈妈还好吗？她眼泪马上就出来了。他哭着说，没有见到妈妈最后一面。在把妈妈放进棺材的时候，他爸爸拿来一碗清水，里边有棉花，对他说，孩子，你把你妈妈的脚和脸洗一下。他用棉花蘸着水帮妈妈洗的脸和洗的脚，一边流泪一边擦。请问我们大家，我们给自己的爸爸和母亲好好的洗过脚和洗过脸没有？而父母亲从小就帮我们洗脸洗脚，所以学佛人要懂得感恩，要懂得善念。一个人活在世界上，如果没有感恩心，他学不好，他不会有佛心。所以希望所有今天在座的学佛人，我们多一点感恩别人的心，我们就会多一份慈悲之心。台长告诉大家，我们做人，佛陀对人间的痛苦，失去亲人，身体事业，常教导我们说，世间有四件事情不能是永存的。所以佛陀早就在2500年前就告诉我们了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学呀。佛陀说，有常者必无常啊，你只要觉得这个世间还有这个世间可以长久的，实际上就是不长久的。世间任何事情都是在变化当中，身体生老病死，山河大地成住坏空，哪有一件事情是长久的？第二，富贵者必不久。大家想一想，不管你大富大贵，有一天一定会衰败，而且富不过三代。所以除非你代代积善积阴德，做善事，所以贪心者你一定是富不久的。第三，会合者必别离。我们六亲眷属在一起时间长了，一定会分离和失散。所以有一句话叫无不破之家，再亲的人也要面临生离死别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这些道理。今天我们欢聚在高雄，开完法会我们大家就散了，所以要珍惜今天的因缘，要好好的善待众生。佛陀说的第四点是，强健者必归死。不管你多年轻多健壮，你再长寿，从出生你就与死相伴了，被死亡威胁着每一天。所以要在有生之年，我们要解决身后大事，则生亦安，死亦安，
在这里我们要向比我们走出前一步的各位法师们，因为他们已经注重到生死大事，所以他们在学佛路上比我们走得早，在给我们做出的更好的榜样，我们也感恩他们呢。观音菩萨在心中，他教我善待众生，做人